春节悄然而至，百花迎春而来，我们相会在壬寅虎年，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百花齐放的诗篇。百花是欢聚的乐章，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百花是文艺的殿堂，精品力作，气象万千，百花是深情的展望，辞旧迎新，奔赴下一个春天，奔赴一个幸福团圆的春天。无论是启程归乡还是就地过年，有百花相伴，千里情相牵，奔赴一个创作繁荣的春天。新时代的动人故事层出不穷，新征程的广阔天地无尽无限，用手中的笔，心中的爱，诉说百花的情感，用激昂的歌，奋进的舞，迎接春意盎然，奔赴一个使命不凡的春天。喜迎二十大，阔步新征程，追梦再赶考，踏上新百年。百花扎根于艺术的沃土，百花回报人民的期盼，让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春天，共同赴约百花迎春。翩翩飞来，家家迎莲欢喜，呼呼喜笑颜开，春去秋来一载，岁岁过太迷又有心愿，大声歌唱出来，大地回春，春暖花开，姹紫嫣红，追梦时不我待，五谷生风，笑开怀，大雪天空漫步，虎虎生威，神龙活虎，龙争虎跃，祝愿新年好运连连，你我大家万事如意。春去秋来一载，
岁岁过太明暗，今年又有心愿，大声歌唱出来。亲爱的朋友们，在壬寅虎年开年之际，如果让我们一起来盘点2021的那些动人瞬间，又会有哪些文艺作品给你留下了难忘的画面？这一年，我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重温觉醒年代滚烫的赤子之心，用思想之光点燃历史的星河灿烂。这一年，我们追溯红色足迹，见证沂蒙山生死与共的誓言，迎接大决战的胜利曙光，在长津湖畔用铮铮铁骨谱写英雄赞歌，温暖冰雪中冻裂的期盼。这一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康，一段山海情把飞沙走石变成金沙滩，践行着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让美丽乡村旧貌换新颜。这一年啊，还有很多很多精品力作都在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回答时代给予我们的历史问卷。今天就让我们在百花迎春的舞台上踏出一条阔步新征程的大道，幸福美满。家乡的雨，我是远行的风，风雨相随伴征程，等到再相逢。我是村头的月，你是远方的星，星月相伴成彩云，等到再相逢。等着我，等着我，亲爱的人，亲爱的人，等着我，等着我，不变的心，不变的心，听一听我，听一听我，彼此呼唤，一生有情。等着我，
你看，远方如昨，那些故事依然还记得。烽烟之下，千万里数不清的长路，谁曾跋涉？你看，九州辽阔，那些丰碑永远都立着，山川之下，千万人曾期盼的黎明悄然来了。每一寸土都有人奔赴，每一寸天都以生死来守护，每一寸心都将人间争到焦土，留下一夜不休千古。
啼，那年风雪回响，传来冲锋号角，多么的嘹亮，有人用生命捍卫他心底的光，那是信仰。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么滚烫。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最可爱的人啊，我们不会遗忘你那永远坚毅的模样。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么滚烫。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想，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最可爱的人啊，我们不会遗忘你那永远坚毅的模样。我们不光要缅怀历史，缅怀先辈，还要面向未来。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我们更要把我们的中国精神去更好地向我们的年轻人去传递。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想到的是时代，想到的是人民，不能够躲在象牙塔里去创作，应该是激励这个时代向前的，能够激励人心的，守住自己心中的这个岛。新时代的歌曲就应该唱出新时代的气象和风貌，能让老百姓在歌声中
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像今天这样开怀，新时代的窗景大幕已拉开，百年长路阔步走来，志向长天远海。伟大的事业用创造来安排，复兴的蓝图用智慧来剪裁，新征程的号角响彻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信，亿万人的心跳同一个节拍，千秋大业迎着喝彩，初心从未更改。伟大的事业用创造来安排，复兴的蓝图用智慧来剪裁，新征程的号角响彻大地，新征程的号角响彻大地，今天的中国走在岁月的第一排，走在岁月的第一排。亲爱的朋友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有太多太多非常经典的优秀的电影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电影家们，你们好，过年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电影家协会为我们送上祝福春联，给观众朋友们拜年。玉虎闹春银幕亮，金鸡报晓百花香，咱们的横批是一元复始。好，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我眼前的这一桌啊，都是熟面孔，咱们大家的老朋友了。他们不仅在影视剧当中为我们奉献了太多的精彩瞬间，同时呢在戏剧的舞台上更是为大家奉上了一出出的好戏。这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家协会的艺术家们，大家过年好。那是不是也送上我们的春联好不好？我们的上联是平天虎尽争春色。好，那我们的下联是更振眉魂行唱腔。那咱们的横批是两全其美。好，那今天呢是百花迎春，我觉得咱们这桌啊还不能少一美，那就是咱们清雅的阵阵梅香。那我们今天呢就这样，傅西如和张建峰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大家说好不好啊？好，
新春佳节，我们一起给大家汇报智取威虎山的除夕夜。好，献丑。除夕夜，全山寨灯火一片，我已经将信号遍山点燃，按计划布置好摆件，中唯独纸醉酒乱作一团，盼盼只盼同志们即刻出现，到匪巢见万敌就在眼前，心焦急，只觉得时光太慢，战友们却为何动静摇然，你不住激动情，出来查看，献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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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太好了，这真是舞台演绎世间事，字正腔圆唱百态啊！那今天呢，就请观众朋友跟随着我们中国戏剧家协会的艺术家们，用百花连接春天，一起走进戏曲百花园。
谢谢。接下来呢，就轮到了我们电视艺术家向各位拜年。要说到在过去的一年，电视文艺呢可谓是成绩斐然，不论是聚焦重大历史题材，还是关注百姓民生的现实题材，那都少不了我们电视文艺工作者忙碌的身影。接下来有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为您送上新春祝福。我们的上联是四海欢欣迎玉虎，下联是万品瞩目赏金鹰，咱们的横批是三阳开泰。谢谢，谢谢电视艺术家们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也将送上我们的新春贺喜，上联是虎墨沉香添瑞气，下联是龙纹献彩换春风，那我们的横批是四季平安。谢谢，谢谢大家。说到四季啊，春天是四季的开始，孕育着勃勃生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组迎春组曲，当然在其中呢，我们的各位书法家也将在现场泼墨挥毫，为春天书写，为春天抒怀。出开呀，心
出生在巨人的肩膀，北斗星为我导航，找到了方向，昂首挺胸迎春风，与朝阳并肩，用青春继续谱写崭新的春天。看我们风华正少年，奋发的时代，青春走在心上上。看我们风华正少年，理想的宏愿等我去实现。心迎着太阳，一同把那希望去追。我们和心愿心愿再一次约会，让光阴见证，让岁月体会，我们是否无怨无悔。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那时的山谷，那时水，那时风光一定更美。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那时的春，哦，那时的秋，那时说过令人心醉。朋友们，时代在变，
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声没有变。这是民国时期商号同事的合影，那时候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手摇电话机还是一个奢侈的物件。新中国的成立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长化大楼，一年365天，我们用长化机房的一次次连线承载思念，寄托平安。朋友们，你们看，当 BP 机大哥大闯入我们的生活，千里传音变得更加简单。这是连通每一个家庭最踏实的纽带，也饱含每一个家庭团圆的期盼。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如今移动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通信方式，一部手机让万物互联，还有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乡村振兴不断赋能，让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再遥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人民心声，献上对幸福岁月的礼赞。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生，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
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不为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进黄昏，我心中有黄昏，有你在永远像初春的清晨，云很淡，云很淡，风很轻，风很轻，人心沉，人心沉，浮浮沉沉。Oh,
些年雪火中你倾尽所有，风雨里陪我走，长夜盼日出。这些年春风里你笑出泪珠，你还要和我一起走，同栖西湖。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最有历史铭心，不忘那最初。我们是为了谁，要依靠谁，铺开锦绣路，幸福路，还有新征途。百年追寻，让世界拉开序幕。是江山奋斗的国度，我们风雨都无阻，重整行装，千万里山河再聚，旗帜之下以我们热血风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奋进的脚步，在踏春天锦绣路，幸福路，还有新征途。百年追寻，让世界拉开序幕。英雄天空，铭记这天翻地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奋斗的国度，我们风雨都无阻。山河再聚，旗帜之下以我们热血风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奋进的脚步，在踏春天的征途。百年追寻，让世界拉开序幕。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奋斗的国度，我们风雨都无阻，重整行装，千万里山河再聚，旗帜之下以我们热血风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奋进的脚步，在踏春天的征途，在踏春天的征途。
我来了，来了来了，老刘啊，来了来了，好紧张啊，好啊好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刘，看你爱吃的黄面馍馍，来来来，还是老习惯啊，咱们一人一半。哎，一人一个，黄馍馍有的是，这个老口。哎呀，嫂子。我跟老井掰开了吃，那都习惯了。57年那会儿，我跟老井是在杨家岭认识的。那个时候，老井自己吃黄面馍馍，省下的白面馍馍呀给我吃。哎，可现在可倒好，这黄面馍馍倒成了稀罕的好东西啦。老刘啊，现在呀可享福了。你看今年夏天。我的娃娃和媳妇啊，专门让我们老两口到北京去旅游，去北京了。对呀，还专门去看了你的画展呢。真的？嗯，看你的画展的时候啊，有人都认出我来了。他们说：“你看看你这个放羊王呀，放着放着就把自己放到了大画家刘文喜的画里头去了。”也没有的，他打给星才画的，那才叫个多呢。啊，第一次画我还是个嘎娃。哎，阿达，我是在你的画里变老的。哎，你还赖上俺了。这以后，就让我的学生给你照相。哦，不不不，还是刘老师画的好啊！刘老师画的聚财树啊，那可比聚财还像聚财树嘞！看看看看，都看看啊！你看看，怎么样？好看吧？好像，生活好了，我们都开着车进城了。这大艺术家咋整天往我们沟沟里跑呢？老师说呀，不来看老乡打腰鼓、转花伞，这过年啊都没有滋味呢。是啊，不是吗？刘老师年年都来画画。哎，你看刘老师的画里头，不光有个脸上的皱纹，还有陕北人的好生活。哎，我们的好生活都在这儿呢。哎，你看看，你孙舅背着绳还挡不住那笑。看看，哎呀，咱家的嘎娃，我家嘎娃。哎呀，好啊，好啊，大呀，好了。我达达这是咋了？哦，不说话也不笑，跟个木头桩子似的。哎呦，哎，他这是要画画了，几十年了都是这个样子。你达一画画啊，就变成个木头人了。57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57年。刘老师来陕北画画100多次啊。57年来，他走遍了陕北所有的县。57年来，他来到延安陪我们过了50几个年。57年来，他在陕北结交了几百个农民朋友。57年来，他画了几千个农民的肖像。这真是一个好画面呐。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好画面？就是现在，在老井的皱纹里，在婆姨们的脸上，在后生们的笑声中，我要画出乡亲们在新时代红红火火的好日子。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荣担当。我父亲刘文熙先生，他总共去过100多次陕北，画过上万张速写。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叫月明，我们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从5岁到50岁，我父亲给她画过5张不同阶段的速写，这足以说明我父亲非常深爱那里的人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要长期的
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人民中去。我父亲这一生呢，就是开始的时候牧民并不认同他，后来呢，他就通过和牧民打成一片，采风把现实当中最美的元素提取，把它变成舞台艺术，给大家以精神的引领。蒙古老百姓就把它就称为马涅甲走光，就是我们的甲走光。我父亲这一生，他最看重的他的作品，他的读者，作者对读者认真，那么读者就会对作者认真。他的作品是从生活中来，又还原到生活中去。朋友们，一个个幸福的瞬间离不开镜头的记录，现在在我身旁就坐的就是咱们的摄影家们。这一年啊，无论是希望的田野还是百年百姓等摄影展，一张张作品定格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勾勒出了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摄影家协会为我们送上春联，有请。我们这个上联是金像印痕成虎势，下联是春风入画展农姿。那咱们的横批是五彩缤纷。好，谢谢，谢谢各位摄影家们。接下来有请中国舞蹈家协会向各位送上新春祝福。我们的上联是风轩玉虎三春舞，下联是影幻荷花满院香，咱们的横批是六合迎春。谢谢，谢谢各位。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到各民族的舞蹈家带来一个展现民族特色的作品
风华盛茂。
友们，在我身边就坐的都是几十年如一日植根乡土的民间文艺家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大家送上春联，给大家拜年。观众朋友们，虎年吉祥！我们送的上联是：民意繁荣登虎榜，山花烂漫灿春风。好，我们的横批是：七声同奏。谢谢各位民艺家。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来，冯巩老师，到咱为大家伙送祝福拜年了。亲爱的朋友们，给您拜年了。我们的上联是德艺分心开虎步，我们的下联是文坛志愿展新图，横批八方献瑞。好，谢谢。哎呦，你看看大家伙也都没空手来啊，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的。陈老师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有才图，祝大家创作丰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铁牛老师也带来了一幅作品来。我的主题也是大丰收，这些年菜篮子工程做得好，蔬菜瓜果大丰收。好，何老师。哎，我的这幅作品叫《老牛驮丰收》。在过去的牛年里面，我们全国人民五谷丰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也是收获满满。好的，陈老师到您了。我的作品是用寿山石雕雕刻的牡丹盛开，百花迎春。好，我们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啊，就是要送文化、重文化、传精神，在精神上是大丰收呢。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几位演奏家，联动各级文联文艺志愿者，为您送上器乐合奏《丰收中国年》。我们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上台能为乡亲们演出，台下也能为牧民朋友们干活。有很多青年人啊，通过参加我们这个文联活动，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能够回馈社会，帮助他人，获得心灵和情感的双丰收。我们开展的人人上讲堂活动，让老百姓讲自己的故事，获得思想上的大丰收。我参加了我们书法班，使我生活上充满了阳光。所以文艺尽万家，健康你我他的意义非常大。我们通过多样的文艺活动啊，精神文化生活获得了大丰收。祝大家新年快乐，过一个丰收中国年。
谢谢谢谢精彩的演出。此刻在我身旁就坐的是来自于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各位艺术家们，给大家拜年啦，过年好，过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音乐家协会为观众朋友们呈上的春联。中国音协的上联是乐歌虎啸新时代，我们的下联是琴瑟龙吟好未来，那咱们的横批是九州同乐。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张磊。啊，我身边现在坐着的都是大伙儿特别喜爱的曲艺家，那我们这边必须是说学逗唱样样强，百花迎春送吉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为您送上新春祝福。朋友们，看看我们曲艺家给大家送来什么样的祝福。我这上联是金虎迎春曲圆美，我这下联是牡丹贺岁满庭芳，咱们的横批是十全十美。好，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过年好。除了我们有真挚的祝福啊，我们中国曲协还带来了一个特别棒的优秀的节目啊。但是即将上台的这位老师，那是您的老搭档啊。对啊，戴志成，他今天他不跟我合作。那为什么呢？他独出心裁，要找几个年轻的相声演员跟他一起表演一个新节目。哎，那咱们是不是期待一下，一起欢迎好不好？来，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我戴志成能代表相声演员参加我们百花迎春大联欢的演出，心里头特别的高兴啊。您问我那个我那搭档姜昆怎么没来啊？他没来正好啊，我一个人给大家说，我今天说这段还特别有意思。我跟朋友们讲的就是那个新我还多情了啊，不是找我，就是找你。我不是，你们四个上来找我干什么呀？我们啊，帮你，捧你，推你，咬你。你就是牙突突，你也别逮谁咬谁呀。不是那个啊，咬定了，我们得帮你。对，哦，你们四个上来是想帮我？哎，你们四个打算怎么帮我呀？哎，我们帮你大火呀！大火，我有钱呢啊！我先把你所有相声的版权都给买下来。哦，把版权买下来。我有空啊，他买完之后，我把你们相声里姜昆说的话，我都给他抹喽，全给抹喽。哎，有人啊，他这一抹完了，我让这疯狂转发。哦，这就转发了。哎，我有病啊！他不是把姜昆的话都给抹了吗？我再给他都给加回来。你是够有病的，你折腾我们这相声作品干嘛呀？没明白。没明白，怎么这就叫戴志成捧哏专辑，捧哏专辑，什么意思？哎呀，就是说没有逗哏的词儿，全是捧哏的话，您琢磨琢磨，多好听啊！全是我捧哏的话，那得应该这么表演呢？哎，姜昆，姜昆。嗯，哦，哎，那后来呢？他怎么着了呢？他说了没有？哎，你倒告我一声啊！哎，不行，你等会儿，谁呀？我呀？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哎，这是叫相声吗？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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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捧哏专辑，这太好了！我马上啊，我就花钱安排出版，这还不出大名了？不，不算完，不算完，还不算完呢，这刚第二部啊，第三部就是卖你的周边。哎呀，就这个可能卖不了。嗯，因为你想，我这周边就你们四个。哎呀，怎么什么都不懂啊？他不说周边吗？哎呀，周边呢，就是根据您的形象开发出的各种产品。哎，都有什么产品呢？那多了，您比如说你的大墨镜。哦。比如说您的大海报。
你的大围脖，你的大口罩，你的 T 恤衫，你的耳朵帽，你的大胡子，你的处方药，你的水电表，你的燃气灶，你的暖气片，你的下水道。你还知道什么呀？你说这些东西能有人买吗？甭害怕呀，对不对？你跟着我们来就行了。跟着你们来来来，咱们现场的各位打一个节奏，还得编编词。三二一，走！我这儿有钱来投资，我们给您当粉丝。我给阿戴当独委，除了阿戴还有谁？你快来，我快来，戴口罩的买起来。你一毛，我一毛，花钱让阿戴上头条。你一块，我一块，天天掏钱捧阿戴。你一百，我一百，阿戴的东西我都买。你五千，我五千，买完了产品买周边。你一万，我一万，再把周边买一遍。你十万，我十万，那个钱多的我都没法算。你百万，我百万，你们早晚都成诈骗犯。不干了。谢谢，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身边的这张大圆桌上就坐的是咱们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各位评论家。协会的一个重要职责啊，就是通过对文艺作品的评论来提高大众审美，引领社会风尚。来来来，到咱们送春联给大家伙拜年了。来，咱们的上联是巡山虎啸清风起，下联是啄木鸟鸣朗月来，横批百花争艳。好，谢谢谢谢各位评论家们。亲爱的朋友们，往这边看，我们今天现场迎来了很多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们啊，就是在2021年播出的三部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这电视剧呢，就是《觉醒年代》《功勋》还有《理想照耀中国》，都是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接下来，我们也请大家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新春的祝福，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早日建功立业。好，谢谢郑导的祝福。那今天呢，三个剧组的代表呢还非常有心意，要派出三位演员代表，把剧中的经典台词再现在我们百花迎春的舞台上。我们掌声欢迎张晚意、张艺兴、王雷来到舞台中间。我们不站出来，谁能站出来帮我们？中国是我的中国，也是你的中国。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国难当头，匹夫以头颅报国，知识分子自当以所学报国。学生以为当今中国比起一个所谓前途远大的留洋学生，更需要能赶走日寇的烈性炸药。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不能跟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欺辱。战友们，我们斗争胜利了，我们的和平来临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我看见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都看见了，祖国记得我们。没有人来幻想明天花儿会开，
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花似海洋，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回首望，路遥遥，多少希望没了指望。抬头看。充满着甘甜，如果没有人去高山顶上把火去点燃，就不会有人相信明天信仰着理想。回首望，路遥遥，多少脚印声声。抬头看，近些年来，中国人民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递着中国声音，中国也前所未有的靠近着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看到国际进口博览会伴着开放的春风交流世界，我们看到港珠澳大桥天堑变通途连通着世界，我们看到 FAST 的天眼放眼宇宙邀约世界，我们看到中国蓝盔为了世界和平远赴重洋维护世界，我们还看到月球上展示的五星红旗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飞天圆梦的勇气，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至上的决心，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千年夙愿的中国，向世界减贫，贡献着中国智慧，怀抱着五湖四海，笑迎八方宾朋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还不止这些优秀的美术作品，文艺工作者们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传递着中国声音，在以文化人当中凝结着心灵，在以艺通心当中
沟通着世界。与你相遇在如火的夏季，曾经的向往不再有距离，青春时光点燃激情的运气，久久难忘化作剪不断的记忆。与你重逢在浪漫的冬季，木起木落心与心如此凝聚，一片冰心不惧风雨的勇气，穿越山巅拥抱晴朗，相偎相依。爱在这里，梦原来如此清晰。爱在这里，从夏到冬都转心意。爱在这里，一往如前从未放弃。爱在这里，点亮远方的路，你我在一起。爱在这里，梦在这里，让我们相约冬奥，过个红红火火的中国年。欢迎世界各地的冬奥健儿齐聚一堂，再创奥运风采。北京冬奥会承载着我们的光荣和梦想，祝中国冰雪健儿旗开得胜，为国争光。相约2022，一起向未来。传播冬奥声音，贡献青年力量。相约2022，绽放冰雪激情。这里梦原来如此清晰，爱在这里，从夏到冬都转心意。爱在这里，一往如前从未放弃。爱在这里，点亮远方的路，你我在一起。中，哪怕负重前
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闪光的就是我，不需要你歌颂我，不渴望你报答我，我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在我身旁就坐的是来自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位艺术家们。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由美协送给全国观众的春联是什么。上联是虎步龙乡描远景，我们的下联是天张云景壮心游，那咱们的横批是千里春明。谢谢各位美术家们。亲爱的朋友，接下来为您送上新春祝福的是中国杂技家协会，我们的上联是翻转腾挪神似虎，下联是高精奇幻梦飞花，咱们的横批是万象更新。谢谢各位。虎跃龙腾生紫气，风调雨顺兆丰年。大家好，我们是香港文联。为了推进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增进香港跟内地的交流合作，从2019年开始，香港文联汇集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代表人士，通过文艺创作培育人才，服务社会。同时，香港文联得到中国文联大力支持，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互通共荣，百花迎春，紫荆绽放，让我们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香港龙腾虎啸，辣尽新城，祝福在座每一位阖家幸福，快乐安康。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也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居，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搭并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
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我们的作品向全世界提供了生动的、真实的故事。我们的文艺作品将会引起世界的注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不断地来塑造大写的中国人，立到世界，在文明对话当中构建我们命运的共同体。用博物馆记录中华民族奋进的步伐，在世界文化之林展示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讲好吉林的冰雪故事，百花迎春，雪花迎澳。三代三八人用青春和汗水浇灌起荒漠上的绿色长城，为世界减贫脱贫提供了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小康的思索，归港的船帆总等他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几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微歌。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几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威武。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灯火里的中国青春，
大家好，我是田华，我可能是百花迎春年纪最大的报幕员，过了年我就94岁了。我从事革命文艺81年，参加过8次文代会，从八路军抗敌的烽火，到盛开鲜花的中南海怀仁堂，难忘1953年第2次文代会上，毛主席、周总理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欢聚一堂。难忘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天，铺满人民大会堂第4次文代会上，小平同志的殷殷嘱托，语重心长。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永不能忘。难忘2016年第10次文代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我们殷切希望。作为一名文艺战线的老兵，我感到责任重大，充满荣光。回望历史，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把我们关怀培养，恩情似海，山高水长。直到今天，我依然充满年轻的力量，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他们奔涌后浪，沐浴春光，他们在伟大的怀抱里正昂扬奋发，为了崇高的理想。下面请欣赏诗朗诵《在你伟大的怀抱里》。如果未来是一个问号，投向新时代的中国，哪里是它迈向文化强国最耀眼的坐标？如果时空是一个破折号，投向新百年征程，哪里是我们再出发攀高峰的鲜活注脚？如果文艺是一个惊叹号，投向神州大舞台，哪里是它连接10000000人民最强劲的心跳？如果作品是一个个句号，投向生活的波涛，哪里是我们血脉相依、温暖永恒的伟大怀抱？没有太多的如果，这一切，今天、现在，我们心中已经清晰明了。刚刚结束的文代会，吹响了嘹亮号角，新的文艺春天已经与我们激情相邀。春风百花，群芳竞俏，百花迎春，艳阳高照。10年了，归来的延安精神告诉我，人民是引领我们创作的伟大怀抱。
朋友，今天的中国艺术之林根深叶茂，就因为根深在延安，叶茂在人民的依靠。驰骋古今的笔触，你描绘过谁？捕捉万象的色彩，你向谁聚焦？如果没有人民的抚育，故土的滋养，乡愁的味道，你今天的笔下如何挥就艺术的色彩，勾画文明的线条？十年了，日新月异的大好河山告诉我，祖国是指导我们创作的伟大怀抱，先进的文化已经融入我们小康社会幸福的指标。文化惠民，志愿服务，让我们所有人对文化的共享像衣食住行一样必不可少。当绚烂的艺术梦融入强国路上的风景独好，就会开卷新天地，走笔大江潮。十年了，我想向新时代的每一天问好。新时代是孕育我们创作的伟大怀抱，我们用歌声追赶人民幸福的波澜滔滔，我们为舞台创造出一个个崭新的主角，我们用镜头定格砥砺奋进的各路英豪，我们用画笔点缀绿水青山的朝霞西路春花秋草。试想一下，到第二个百年，我们的子孙以父辈的名义欢聚一堂，重返今朝。请问在座的各位同行同道，能用什么样的精品，什么样的情怀，让他们激动的回眸，热血澎湃，心中涨潮，为继往开来硕果累累的新时代起立鼓掌致敬叫好。2049，相信到了那一天，我们的子孙会投来羡慕的目光，为我们自豪。因为他们的回应与感受紧连着一脉相承的心跳，那生生不息的心跳，那永远澎湃的心跳，也紧紧连着镰刀锤头的信仰目标。在你伟大的怀抱里，有领航人温暖耳畔的谆谆教导。在你伟大的怀抱里，艺术生命永不老。在你伟大的怀抱里，勇攀高峰，共创美好。新百年，新向往，我
睡梦在强国路上。秋天